各位小金粉大家好，我是 KIN 阿金。我们先改这台好不好，凯旋将军花号梦魇哦，总是也是要体验一下梦魇系列跟大灾变系列，不要说全部都改这个未来冲击嘛，这样永远看不出来其他类型的涂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哦，凯旋将军他们，你知道什么东西不会生物分解吗？当当中鸡柳条，这是什么东西？当当中鸡柳条是什么？麦当当吗？他是想要讲麦当当吗？70年代的酷炫风格，这两者设计范本，你将驾驶永保优雅及无用两种特质的载具，直到世界毁灭为止。好奇怪的叙述，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批发价格171.8万，买下去了。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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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看它原厂的，就前面是一个日本风格吃拉面的样子，然后这个引擎盖的样式看不是很懂，因为已经生锈到一个不行了。侧面的话看起来像是那个雪碧涂装，整台车应该都是雪碧涂装。左边这边看不懂是什么，感觉雪碧涂装上面又多了一个喷漆啊，对不对？然后内装我们也看一下吧。内装哦，就我讲的嘛，为什么每一台车的内装看起来都像卡车，非常的旧。虽然它已经换上了这个卡泵材质，但是还是非常的老旧啊，没办法改变它，我觉得这个非常老旧的事实。然后椅子也是非常传统的椅子，四人座，两门四人座的一个格局。然后上面有几个表，1、2、3、4、5、6，有六个表。然后下面好像还有东西哦，看不太到，这视野最多就这样子而已。好啦，开进去改装了。刹车，赛车级刹车，哇，33,250元。加速器哦，加速器又有人跟我讲说冲撞加速器没什么用，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啊？这个东西真的没用吗？说要改就要改这个，而不要改这个，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有知道的在聊天室留一下言啊，对不对？有改过冲撞加速器的出来发表一下。真的是吼，他以前都会写说要几级，他现在都不讲说那个赞助商要几级，然后都五煞煞。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来装饰哦，我们装饰稍微看一下。哇塞，这怎样改成遥控汽车啊？这两根是天线吧？天线宝宝，这个是什么啦？关刀哦，这个天线，这个美学哦，这美学我有点无法接受啊！这是怎样插充电炮？两把光刀跟一个，这个是那个什么沙无尽跟猪八戒吧？村民的正义哦，这是4根天线，8根，总共有8根。烤肉串挑战的那个视觉的冲击啊，对不对？可是改这其实还蛮便宜的啊，非常的炫炮。你看这如果经过天桥，那是不是会撞到啊？这个还蛮便宜的，可以直接改。我想要直接改一个好笑的，好不好？7最多，好，我们就改7。烤肉串，然后尖刺，哇靠，不是吧？这个美学，可是改尖刺，它的烤漆会恢复，对不对？它烤漆整个亮起来了，利刃，嚯嚯，这应该也是碰到就死掉了吧？这看起来很屌哦，旋转利刃要13万，改了装甲板，就是又改的非常暴力的那一种感觉啦。可是窗户又不见了，就我窗户就没有那种穿透感了，而且它是怎样在比那个比花的，是不是？好好一台车为什么要这样子虐待它呢？防滚架，旧防滚架，我一定要加一个旧吗？我不能这样子的喷漆防滚架吗？还是这样子的？裸装金属哦，裸装金属的装防滚架，是不是副驾驶不能坐人啊？副驾驶是不是不能坐人啊？椅子被拆掉了，你看没有椅子。哪里？这还有椅子，喷漆的还有椅子，我改这个好了，我保留椅子好不好？喷漆防滚架，引擎100%，等级是改好改满，排气管在哪里啊？哦，原厂的在旁边啊，前方撤出4排，对不对？原厂就这么屌了，然后改成这个合金的，整个落掉，瞬间落掉，这个也落了，哦，这可以哦，通天式的，哇靠，暴走族。啊，这个是什么啦？这是什么啦？垃圾排气管，还会那边震来震去的，有没有？哦，非常的晃，感觉是拼装车啊，超大排气管，感觉暴走族这个比较屌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厂撤出的就很好看了。那个到时候等有解锁，我们再改一些比较好看的。尖刺挡板，驯牛高手，犀牛角就对了，这是什么啦？
这是什么东西啦？食人族的图腾，这个改下去这台车还能看吗？哦，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帅气啦。就这一个，欸，不是什么都改最贵就最好看好吗？美学不能什么都改最贵啊，还是要稍微引擎哦，引擎哦。我们来看哪一款引擎比较好看，改越高就是越挡视野，但是看起来就很爽。这一种的吗？高临时滤网，还是这个高单一进气这个比较好看，欸，高三重这种三个洞的不好看，然后这种看起来蛮炫的，然后这个是比较矮的单一进气滤网，这种车就是引擎要看起来屌屌的，就这个了，高单一进气滤网。车灯的话，霓虹套件，前后左右全部。颜色的话，改黄色是还蛮好看的，黄金雨跟这黄色差在哪里？好像再更黄一点，对不对？我要黄色，我要亮一点点的。涂装应该可以把生锈弄掉吧？生锈为什么弄不掉？不是吧？有。这个生锈就直接弄掉了，那改这个改这要干嘛啊？这个生锈成这样子，对不对？你看，哇，好看多了，改无就好了啊。乐色王不好看啊，这改第一个最好看的，哇，雾面黑这个可以哦，整个变新车啊，对不对？大家一致好评哦，谁要跟你玩旧车啊，对不对？好，新车看起来就是爽，赢一半了。来命名，然后这一台我们要取什么名字？给观众们取啊，对不对？阿金有60公分，阿金奈米屌，拿个实况组可以给你们这样子，小的，对不对？阿金一毫米，阿金打手枪，阿金赛车技术被嘴烂，阿金尺度大，大哥大，老弟金是反骨了吧？弟。屌王，有人说花了8+9小屁孩车，好啦，看起来就是这个啦，这个你们最喜欢的 ID 啦，好啦，阿金奈米小鸡啦，这样你们爽了没？ KDLKK 非常帅气，但是有了一个，然后喷漆，喷漆可以再喷哦，哇，新车深砖红。那个边可不可以不要青绿色啊？看起来真的是很炫炮呢，吼！哇，跑车黄，该不会是副色调吧？副色调先看一下。哦，对嘛，它是连轮胎颜色一起改耶！哇塞，如果改雾面的会怎样？轮胎也不会因此变雾面啊，斑会。哇，这台车是连轮胎颜色会一起变的啊！我们一定要这么吓趴吗？这么无法接受吗？不觉得轮胎就应该是要好好的给它黑色吗？轮胎黑色啦，那个真的是怪异颜色，我是真的是有点无法接受。我们会觉得梦魇丑，就是因为它轮胎颜色太奇妙了。然后我们这边再改一个跑车的颜色哦，是不是？整个好看起来了。这赛车黄也蛮炫的哦，斑会色是不是？有人说斑会色啊？哇靠，超炫炮！亮到爆！这土豪金有亮哦，这土豪金炫哦，白色也是有它那个美学在的哦，法拉利红，对，红的啦，超级好看啊！不选这个就要选什么，对不对？啊，该不会轮框可以改那个什么猎豹啊之类的吧？哇，这整改起来比未来冲击还要好看，质感整个就出来啦，装潢颜色，装潢颜色啊，怎么没有差？装潢颜色差在哪里？谁可以跟我讲？装潢颜色差在哪里？没看到装潢颜色啊？哪里啦？没差啊？难道是外面？装潢颜色没差啊，我猜是那个防滚筒之类的吧，还是什么仪表板？有人说仪表板，看一下，哪有仪表板有差吗？有吗？你们看到差异了吗？仪表板、沙发，来，你看我椅子调给你们看，你们注视着椅子，它旁边的缝边颜色有变吗？没有啊，后面的椅子嘞。然后防滚架也没变啊，没有差啊，完全没有差。你们说仪表板的数字，我现在超级专心在看哦，我看到眼睛快脱窗了，我还看不出来数字差在哪里。麻烦有看到的跟我讲一下啊，
仪表板的数字连数字都喊出来了、哦，欸，这台车可以改班会标记，欸，真的有变仪表板，很笑欸啦，我看超久的啊，我们不管了，出售看一下多少钱哦，115万哦，这个卖价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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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啊，悬吊改到最低，竞速级悬吊，欸，之前有几台车都不能改悬吊啊，然后这个变速箱。赛车级变速箱，涡轮调节给它装上去啊！哦，这还是感觉很快欸哦，车轮，欸，可以改车轮欸，该不会又是传说中的猎豹啊？哇塞，这改下去帅了哦！哇，整台车帅起来啦！然后这边再改一个红色的轮圈。呼呼，欸，谁说梦燕车只会改得很丑的啊？有没有稍微有点美学好不好？什么都最贵会好看，我们不是只要强而已，我们还要有帅气好不好？帅气很重要，如果这台车太丑，你会去想要开它吗？轮胎款式哦，客制化轮胎有没有？这改下去强化轮胎哦，武器很重要啊，冲撞武器是前面这个吧，轻型的挖铲，欸，可是你看它贵的挖铲全部解锁了，欸，所以等级够了，某一些车的它的冲撞武器是解掉的，看起来不赖哦，看起来至少没有像是这么生锈嘛，总是烤漆要新一点嘛。大型挖铲，哇，这好尖哦，这超尖的，这杀人弩嘛，超级利刃，哇靠，这什么啦？这什么啦？旁边放了一个抽水马达，就为了电锯去锯人家。好好一台帅气的车子，你一定硬要装一个这个东西，嚯，哦，五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哦，但是五感觉你没办法把路人的车子给撞掉，但是一点也不帅，但是功能看起来非常的炫啊，路人看到就哇哦。哇，一排电锯呢，点50口径干净哦，干净就是没喷漆嘛，啊，这是有喷漆，哎呦，这会影响引擎盖的那个，欸，花色，欸，我原本这么素面的这个引擎盖被你装了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机关枪马上丑了起来，没办法啦，还是要改啦吼，哦，次要武器为什么要把我的后面改这么丑，后级是动能破漆炮改了，我只能牺牲这个帅度了啦，没办法啦，前面都已经挂了一个这个抽水马达了，是后面是能后面再帅也没用途了啦，这样子啦，好啦，离开斗技场，我们要出去拦路一下啦，我要下车看一下，哎呦，欸，下车他那个电锯还会收起来，欸，然后下车这个电锯就不会动了，所以我这样碰到就没事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上车他屌屌的啊，第一人称清楚给你们看一下，改完了这一台，哦哦，还可以啦，已经尽量帅了，好不好？这已经尽量帅了，极限帅了，就这样子了。这武器改下去真的是有够丑啦，但是后面这个电锯就没有收起来。你们看第一人称内装哦，引擎挡在那边，激光枪又挡在那边，对不对？我们去锯其他锯路人。哎呀，哪个路人要给我锯啊 ？Hello，Hello， 哎，没锯到，呜呼，他是直接飞起来耶！来来来来，你就是我的第一个实验对象，呜呼，死掉，他是死掉吗？哎，他不要躺在我电锯上啊，是很舒服，是不是？很疗愈，是不是？旁边这个路人还在看。来来来，你也想要体验是不是？哦，直接一击必杀呢哦！来来来，再找一个，再找一个，看车子会怎样？哦吼！哇，车子是直接飞起来啊，用飞的，啊，这比冲撞还要屌啊！卡车勒，卡车，来卡车立卖照！哦吼！吼！哇，这卡车也可以啊，卡车这么重，你给它弹起来，这样合理吗？这卡车这个不科学啊！看来警车也是很想要体验。哎，卡住了！哇靠，卡住了！来哦，你在那边你不是自杀吗？这个警察，哇，超爽的！来看一下这台，呜呼，
欸，这个有屌欸齁，抽水马达不是盖的、啊、抽水马达你们最喜欢的、哦、好，我赶快逃亡啦、啊、啊，拍谁路过不小心碾到的哦哟，超级疗愈啊，怎么可以疗愈成这样子啊，来再疗愈一下，哎呦哎呦，哦，这警察越来越多啦、哦、然后我后面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个死侍的面具啊，还是那是红色骷髅，有点像那个死侍的面具哈、哦、哎呦，直接飞起来啊，哦，这飞的有高，这飞的有高，好，这个我看一下攻击人家强不强啊，双广的、啊、有没有感受它的强度啊，哎、欸、这么快就爆，这比那个用电的那个还要强的吧，用电的那个打不死人啊，有没有，但是还是很慢爆啦，呜呼，基本上是被我撞爆了吧，这个武器再强都没有前面这个马达强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动能破旗炮，感觉这个比较屌、哦、来来来来，有没有车子完全没爆炸，我觉得后面这破击炮没什么用啊，我狂发射这个后面的破击炮，好啊，让你们知道这个破击炮的实用性了啊，连一台车都炸不爆，你看这台警车被炸到他还存活的好好的，那不如我直接把它铲起来比较快啊，对不对，来咯，冲过去，哎，有速度 OK 的，哎呦哎呦，这个前面会帮你辅助翻滚啊，那我们再往前冲，诶、欸、可以齁，跃动冲锋龙卷风，这一台可能防水的齁、哦、有没有，诶、欸、不会坏，因为它引擎特高，我这引擎是有改这种高挂的，有没有，不会这么容易进气啦，但是后面排气管我是改侧边，如果改那种很高很翘的那个，是不是就不会淹到排气管了，有没有，有一定的速度它就不会坏啊，呜呼，哇，冰枪哎呦好像不会坏呢，哎呦慢慢的哦，不要有速度看会不会坏，哎呦够慢的吧，够慢的，都已经淹到驾驶座了，哎哎哎哎，动不了了，坏掉了，宅是欠打 啊, 啊，这么快了，这么容易坏烂车烂车可恶，个十百千万一万块，